殿主，象元已经活了600岁，传说象元已经迈入岁虚境数百年，是我古神大陆千年来最杰出的天才。通天境后的岁虚境，前辈，你能应付此人吗？自是可以，不过拿下此人极耗神力，我确实无力对付其他人，这样一来，你一样将陷入险地，无法对付其他人吗？最好的办法。便是先废了那三个通天境长老，只是武神殿想来不止三个通天境修士，你打算怎么办？事到如今，也只能动用最后的手段了。发生了何事？殿主，这林峰涉嫌勾结魔族，我等唤起来审问，结果他一言不合就与魔尊分身联手，要诛杀我等。不错，林峰勾结魔尊，若非殿主及时赶来。 我等已经身死，正是林峰吗？污蔑神灵，罪不可赦。道友，息怒。护神领域，神通锋刃。 修为被废了，好快！殿主，你可要为我们报仇啊！好强，居然在碎虚境身前废人，难道此女是神灵？在碎虚境面前连废三人，这才是强者呀！ 若我有前辈的实力，谁敢欺我？道友，你废我武神殿长老，是在挑衅我武神殿的威严吗？好可怕的气势！碎虚境已经接近神灵，一念一动，神通便起。武神殿的威严，一个小小的武神殿而已。 本座全盛世，就算是你们上古的武神，亦可弹指间灭之。而今你的人不知天高地厚，犯我神威，无止位修为，已是给了你面子，你还敢再犯？是当本座可欺吗？ 雕虫小技，碎心指。武神十八式。 之手。
他是真正的神灵吗？我乃髓虚境，实力接近神灵，仅有全力催动五神清，战力堪比神灵。饶是如此，在这神境之手下，我依旧不堪一击。除了神灵，谁有这等战力？我古神大陆怎么还有此等神灵？抬手间就镇压了手持神兵的碎虚境强者？怎么可能？我尊被封印，遁出的分身也不见得能拥有神道力量啊！难道此女真是神灵？道友，你也不过一道灵身，何必损耗神力欺负一个后辈？前辈，你可要为我们做主啊！枪灵吗？你以为你可与吾争锋？在武神殿，本座自有一战之力。凝神阵之力，好强大的压迫感！这枪灵应该是神器，如今在积蓄神阵之力，以前辈的状态能应付吗？神术归虚。这是什么神术？破灭之刃。